有氧建筑就是为生命，不只是人类，而是所有的生命而设计的啊一个建筑。海浪一直来，你会觉得好像在跟他讲话，好像是这个地方，这个这么古老的地方，告诉一个写歌的人说，你是可以留下一些证据。其实土地是记录所有的，这个是青春的刻痕都在里面啊。每周六日，安平专辑就在公视艺术很有事。